Hello，大家好。在新年到来之际，我为朋友们录制一首《打工累讨债难》，把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的农民工兄弟。一头灰呀，一身汗，起早贪黑没命把活干，只盼着能多挣几个钱，好陪家人过个团圆年。等啊等，啊盼啊盼，盼来的是无奈和心酸。老板一句手里没有钱，腰脏之路难遇上青天。钱在黄金是理所当然，可是讨债就像是讨饭，好话一说尽，两腿都跑断，不知吃过多少他的逼满酸。钱在黄金是理所当然，为啥要账却是那么难，了冷雨，受尽了白眼，结果还是一拖再拖，一欠再欠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名 YY 主播咪咪哥，我的房间 ID 是454806，欢迎您的到来，我的房间有你更精彩。灰呀一身汗，起早贪黑没命把活干，只盼着能多挣几个钱，好陪家人过个团圆年。等啊等，啊盼啊盼，盼来的是无奈和心酸。老板一句手里没有钱，腰脏之路难遇上青天。钱在黄金是理所当然，可是讨债就像是讨饭，好话一说尽，两腿都跑断，不知吃过多少他的逼满酸。钱在黄金是理所当然，为啥要账却是那么难，听尽了冷雨，受尽了白眼，结果还是一拖再拖，一欠再欠。钱在黄金是理所当然，可是讨债就像是讨饭，好话一说尽，两腿都跑断，不知吃过多少他的逼满酸。钱在黄金是理所当然，为啥要账却是那么难，听尽了冷雨，受尽了白眼，结果还是一拖再拖，一欠再欠。钱在黄金是理所当然，可是讨债就像是讨饭，真的难，讨债就像讨饭，哎，太难了。